今天要吃的呢，就是这一家张记海南鸡饭。那其实这一家海南鸡饭呢，生意是真的蛮好的，所以要有做等候餐点的心理准备。刚刚老师还等了40分钟。好，那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优待，就是加100块，肉量加倍。基本上呢，这一家海南鸡饭它的口味比较偏清淡一点，那酱料啊、酱油啊都是比较，跟在马来西亚当地是有一点点接近的、可是口味偏比较清淡一点，可以回味一下海南鸡的味道。今天坐在那个客席区吃哦，今天我就不回店里面了。这个是双拼的海南鸡饭哦，那这个饭我有做少量，然后它搭配的是炸跟蒸的鸡两个，那我多100块钱就会再多一份这个鸡肉的量这样子。那这个海南鸡的味道其实是不错的，那海南鸡的鸡饭呢，它的那个白米饭也是有用。也是有用这个鸡油下去拌，那炸鸡炸的蛮干爽，味道不会很重。那我现在吃一下它的蒸的这个鸡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鸡肉的部分啊，它就是会比较有个粉粉的样子。那其实它这种海南鸡的做法就是用有点像温泡的，就是把鸡肉泡到鸡肉有熟，然后骨头的里边呢没有完全熟透，那它肉的本身是熟的，所以我们吃的时候是不用担心哈。那就是说这样子肉会比较嫩一点。哦，这个好像沾太多了，应该会蛮辣的。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，这个可以跟他要多一点，真的蛮好吃的。葱姜油，那这个是传统的很标准的做法啦，就是把葱跟姜哈切得很细碎，然后用盐巴拌一下，焯一点出水，然后再用那个热油哦冲下去，那放到隔天就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很好做又很好吃哦。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。这个会辣哦，这个不是不辣的，这个辣酱会辣，那蛮香的。